穷库什台呢，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啊，它曾经呢是旅人在穿越乌孙古道必经的一个休整地儿。那现如今呢，在它的身后啊，便是无人居住、脱离了文明社会的乌孙古道了。我从成都出发，坐飞机转汽车，从伊犁到特克斯，长途跋涉，一路西行，终于呀、啊，在去往穷库什台的路上了。那在前方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呢？